一直以嚟，香港奉行低稅率和簡單稅制，吸引外商來港投資，但近年國際社會醞釀全球稅制改革，繼七國集團同意將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設置為 15% 後，連同香港和內地在內的130個稅務管轄區亦已達成共識，支持國際稅務改革方案，為劃一全球最低企業開綠燈。國際稅務改革框架方案，俗稱 BEPS 2.0， 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主導，目的是要應對經濟數碼化所帶來的侵蝕稅基和轉移利潤風險。 BEPS 2.0 有兩大支柱，一個是重新分配徵稅權，第二個就是制定全球最低稅率。美國作為科網巨企的主要發言地，一直反對徵收數碼稅，是國際稅收權改革的最大阻力。不過自今年開始，美國對設立全球最低稅率的態度轉趨積極，外界認為是因為美國需要增加稅收，以支持疫情後的各項經濟復甦政策。但如果貿然加稅，可能會刺激總部設在美國的跨國公司進一步將利潤轉移到其他地區，因此需要靠全球最低稅率阻止國內企業出逃避稅，甚至促使企業重新考慮在全球的業務部署，鼓勵企業回流。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已經進入直路， OECD 預計今年10月會敲定 BEPS 2.0 的技術細節，並會在2023年實施。看回本港，目前我們對企業實行兩級制所得稅，而有效公司稅率不超過 10%， 因此落實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將會增加在港跨國企業的稅務以及合規成本，削弱低稅率環境的競爭力。不過低稅率未必是影響跨國公司全球佈局的決定性因素，香港其他固有優勢，例如一國兩制以及與內地的緊密聯繫，都是吸引投資者的原因，我們應該繼續善用和發揮。